装的时候也是，对，装的时候它上面有个槽。下面有一个槽，带着那个槽里面，你看，看这个位置，它有一个槽。然后这个车身内部放平。正常的是这里热膜电机把它开起来，然后把它运转起来，你调两边的压力就 OK 了。